娘亲就同姑妈闹翻咗，娘亲就以后都唔俾表哥嚟曼陀山庄。咁你阿爹咧？我一出世，我爹就过咗身，我从来都冇见过佢。你都同我一样，自细冇咗阿爹啊？系啊。你做乜嘢啊？我全身。都好似俾你点咗穴咁咯。奇怪，我掂你嗰度冇穴道噶喎。翼门、中主、阳池，呢三个穴位都系掌边噶。我知道姑娘贵姓啊，但系未请教芳名。你个人真系奇怪。 成日都问非所答咁嘅，我叫黄雨嫣。黄雨嫣，雨笑嫣然，妙极妙极，总好过你啊！姓段名誉，只派沽名。沽名钓誉啊嘛！如果一生一世都氹得你咁开心，我就心满意足啦。 只可惜我表哥从来都唔会同我讲笑嘅，佢又唔会话俾我听佢有咩心事，更加唔会问我有咩心事。你强迫自己熟读武学典籍，就系为咗你表哥啊？我做所有嘢都系为咗我表哥。我曾经去过一笪地方。 叫做狼环福地，嗰度收藏咗天下嘅武学典籍，都可惜啦，已经俾人搬走晒啦。如果唔系，我就可以带你去睇下啦。狼环福地？系啊，我仲喺嗰度见到神仙姐姐你嘅玉像，我喺你嘅玉像面前叩咗一千下响头添噶。你又乱讲咩说话？我讲真噶，我仲有你幅画像添。你唔好再虚构故事啦。我家中有个狼环玉洞，你又作个狼环福地。 见到我，又作个咩神仙姐姐？我唔喜欢同轻浮人交朋友嘅。神仙姐姐，唔得，我一定要证明自己唔系一个轻浮嘅人，唔会喺神仙姐姐心目中留下污点嘅。哎呀，喂，小心啊你！如果唔系整烂粒波，你之后嗰点嘅啦。 将你两个丫头对手斩落嚟。娘亲，阿朱阿碧系表哥嘅侍婢，你何必太过绝情？虽然姑妈曾经得罪过你，但系姑妈都已经过咗身，你何必迁怒于表哥？你点知姑妈得罪咗我？你边度听埋啲咁嘅闲言闲语？讲，姑妈怪你乱咁杀人。 同武林宗人结下好多仇怨，系啊，呢啲系我王家嘅事，同佢慕容家有咩关系啊？慕容复系燕国嘅后人，但燕国都亡咗几百年啦，仲成日发埋啲光复燕国嘅大梦，仲想霸结天下豪杰为佢所用，而家咪反而得罪丐帮同少林。娘亲，你想个办法帮下表哥啦，佢慕容家嘅阴脉单传。
若果佢有咩不測，高叔慕容就絕後噶啦。你估孖成日夸耀佢还诗水阁嘅武学藏书，其实又点及得上我狼云玉洞啊？慕容复之所以可以同丐帮乔峰齐名，讲咩北乔峰南慕容共风光，其实咪又系拜我狼云玉洞所赐？系咧，娘亲，我家嘅狼云玉洞点解会有咁多武学奇书嘅？ 如燕，你都长大成人啦，皇家将来亦都系由你继承，系时候应该俾你知道。娘亲有样嘢俾你睇。娘亲，画作上面嘅人好似同我一模一样嘅。冇错。 画中人同你有莫大关联，讲起上嚟都已经系30年前嘅旧事。呢件事关乎到我哋两母女嘅命运，姑嫂慕容家之所以有今日兴盛，亦都系因此而起。娘亲，呢件事同表哥。 慕容家都大有关联噶，就系因为呢一件事，娘亲先至会沦落到姑苏王家。娘亲啊，呢幅画像系你年轻时嘅肖像啊。佢系我娘亲，亦即系你外婆。哦，原来佢系外婆，我从来都冇见过佢。莫非外婆已经先逝？ 我唔知道，我自小就与世隔绝，生长喺一个山谷底一潭湖水旁边。听娘亲讲，嗰度系大理无量山下一个深谷，个湖叫做剑湖。自我懂性以嚟，我从来都未见过外人。 身边只有娘亲同阿爹，阿爹好爱娘亲，仲亲手为佢做咗一尊玉像。到我大约8岁嗰年，阿爹离开山谷，离开我哋，从此就冇翻过嚟。娘亲曾经出去揾佢一次，但系翻嚟嘅只系得娘亲一个。自此以后，娘亲就郁郁寡欢。 日渐消瘦，病态奄奄。我曾经问过佢阿爹去咗边，但系佢只会默默咁流泪。后来娘亲将我送俾一户远房亲戚寄养，就系姑苏王家。从此娘亲就音讯全无。我亦一直喺曼陀山庄长大，直到我18岁加入王家嗰年，我就毅然翻去无量山剑湖底揾娘亲。 希望娘亲睇住佢嘅女儿出嫁，但系只系见到个玉像，娘亲已经不知所踪。为咗报答王家嘅养育之恩，我将石洞里边狼环福地嘅武学典籍带到王家。狼环福地，原来佢真系冇欺骗我。边个佢？边个同你提过狼环福地嘅事？我系话。 原来我家狼环玉洞里边嘅典籍，都系由娘亲喺大理无量山带翻嚟嘅。就由我喺大理返回姑苏王家途中，我遇咁，究竟佢去咗边啊？娘亲之后一直都冇出现过，依我推断，一定系阿爹另结新欢，抛妻弃女。娘亲伤心绝望之下。 郁郁而终，外婆实在太可怜啦！天下男儿皆薄幸，世间上所有嘅男子都唔可以相信。雨燕，你亦都唔可以太过相信你表哥慕容复。娘亲，表哥非一般男子，佢绝对唔会欺骗女儿噶。你睇嚟，一心向住佢，佢稍作花言巧语就可以将你欺骗啦。表哥冇花言巧语，系女儿自己心甘情愿噶。娘亲咁先担心，你表哥。
分明就是贪图我狼环玉洞入边嘅武学典籍。佢除咗同你讨论武功之外，几时对你有过半句嘘寒问暖呢？男儿志在四方，表哥为咗服大烟，潜心学武系件好事嚟噶。哼，呢啲分明就是男人嘅借口，日日倒客，望佢哋嘅武学进展，咩国家大事，将我哋女人抛诸脑后。娘亲，总之男人就最会假情假意。画像上边记载咗我阿爹同娘亲最上乘嘅武学，倘若俾人偷学，只会增加更多烦恼，都系将佢销毁，落得清净。唔好啊，娘亲，唔好啊！娘子姐姐，你点会喺度噶？段瑜，你好大胆吓，竟敢偷入嚟我间房，仲偷听我哋讲嘢？在下并非全心偷听，只不过机缘巧合啫。你无需多讲，我一定要拎你去做花肥。你实在太蛮不讲理啦！我唔想做花肥啊！娘亲，臭小子，你好大胆吓！娘亲，段公子嘅轻功步伐咁古怪，我喺典籍上从来都未见过嘅。佢嘅轻功就喺画卷度学翻嚟嘅，叫凌波微步。凌波微步，呢个臭小子竟敢偷学我娘亲嘅绝技，仲欺骗我话冇学到，简直可恶，罪该万死。娘亲，段公子心性纯良，未必系心存恶意嘅。你点知佢冇恶意啊？你叫佢做段公子，原来你早已同佢相识。佢系蒙服嘅人。唔系啊，娘亲，我同呢个书呆子只系有一面之缘，表哥同佢都系素不相识噶。哼，总之佢就系阿朱同阿碧带嚟嘅人，我一定要将你两个丫头一对手斩落嚟，以示惩戒。唔好啊，娘亲，因为阿朱阿碧系你表哥嘅婢女，你惊你表哥翻嚟怪责你啊？娘亲，你饶恕佢哋啦。真系女生外向。你而家心入边只有你表哥，冇我呢个娘亲嘅啦，系咪？唔系。蒙姑娘受惊啦，在下全无恶意噶。点解你总系阴魂不散噶？我心怕姑娘受责，所以一直都跟响姑娘附近，未敢远离啊。点解你要欺骗我娘亲啊？在下并非全心欺骗，当日学得画卷上嘅武功，纯粹系为咗爱嚟救人。但系一旦俾你娘亲知道我学会逍遥派嘅武功，佢就会逼我去杀人，杀尽天下逍遥派嘅弟子。一系杀人，一系呃人，姑娘会作何选择啊？但求姑娘原谅，在下就心满意足噶啦。睇嚟姑娘心中似有疑难，我段誉可以略尽绵力噶。表哥今次一定唔会原谅我噶。你系担心阿朱阿碧两位啊？娘亲迁怒于佢哋，唯要斩佢哋对手落嚟做花肥啊！做咩啊，段公子你？对唔住啊，王姑娘，在下累咗阿朱阿碧两位姑娘不得止，更连累埋你，要俾慕容公子责怪。段公子，你武功咁好，不如你想个办法救佢哋啊！冇错，此事子而自取。不可力。
小姐，平婆婆啊，娘亲话先放咗佢哋两个啊。娘亲话咧，有啲好紧要嘅事要问清楚佢哋两个咧。好啊，先带佢过去问话，问完之后再送佢翻嚟。等我斩咗佢两对手，我嚟做花肥，因为最近唔够花肥用。小姐啊，绑得太实啦，唔帮手啊。你做咩？快啲放咗佢！原来又系呢个臭小子。我问过夫人，然之后翻嚟炮制你。唔好去啊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啊！放开我啊！你开咗个机关俾我先啦。放。放埋我姑娘啦！我半分气力都冇啦。你点解会识得化工大法嘅？你误会啦，呢啲唔系化工大法，系我喺画卷里边学翻嚟嘅北冥神功，一正一邪，唔可以同日而语噶。妙劲啊！此乃慕容焕峰。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表姑娘啊，你咁样私自放咗我哋，舅太太实会责怪你噶。为咗表哥，俾娘亲闹几句又算得系咩啊？王姑娘啊，不如我哋一齐走啊。系咯，表姑娘，不如我哋一齐揾公子爷啊。唔得噶，从来都未离开过曼陀山庄半步。咁就实在太可惜啦，王姑娘，可能呢一世你都见唔到你表哥一面噶啦。武林传闻话慕容公子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杀害武林各派门人，如今已经成为武林嘅公敌啦。再加上而家有个传言话佢杀咗少林玄卑大师同埋丐帮副帮主马大远，你试谂谂啊，如果丐帮同少林都以佢为敌，你表哥仲有活命嘅可能咩？表哥，王姑娘通晓各门各派嘅武功。当你表哥与人对敌之时，得你在旁指点一二，一定会大有帮助噶。呢啲叫旁观者清啊嘛。咁但系如果俾娘亲知道我私自离开曼陀山庄，佢一定唔会宽恕我噶。呢层你大可放心，在下都曾经试过离家出走，不过翻去嘅时候都系俾娘亲同阿爹闹几句啫。就算娘亲杀咗我，我总算帮个表哥，虽死无憾。表姑娘，你轻伤咗公子爷，实在太好啦！咁我收拾细软先。好啊。王姑娘，你切切不可啊！万一惊动咗你娘亲，我哋就走唔甩噶啦。但我从来都未出过门，少林寺喺边我都唔知道。呢层王姑娘大可放心，再有行走江湖都有多事噶啦。呢层包喺我身上。表哥，希望你逢凶化吉，平安无事。我亦但愿同王姑娘共犯太湖之上，此生此世永不到岸。咦？奇怪啦，明明我哋走嘅时候冇呢架小艇嘅噃，莫非有人嚟咗？姑娘小心啊！小心啊，姑娘！三位，鸠摩智嘅妖僧可能仲未走，在下先嚟一探。
有我人要杀我哋啊！我打住地，你哋快走！段公子停手，系自己人嚟噶。段公子，你冇嘢嘛？冇嘢，梗系冇嘢啦。呢位系江南一阵风帮岳风叔叔。 系自己人嚟噶，飞呀飞呀，叔叔嚟咗。诶，飞呀飞呀，我并唔系包叔叔啊。飞呀飞呀，咁阁下又系边位啊？慕容兄弟都叫声我做包大哥，而你就叫我做包叔叔，岂不是你嘅辈分仲低过你表哥，未能珠联璧合咩？呢位公子同我姑苏慕容非亲非故，又岂能称得上系自己人啊？ 飞呀飞呀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只要唔系敌对，都可以算系自己人啦。飞呀飞呀，哎呀，唔好再飞呀飞呀啦！段公子啊，呢位系我哋包大哥，大号包不同，最中意同人顶撞几句咧，先写落饭嘅。你唔好怪佢啊。哼，呢个咪臭小子，我睇你只不过虚有其表嘅啫。我有其表？风大哥啊，不如入内休息一下，我哋再作长谈啊。 我直接到讯息，话有个吐蕃嘅藩僧到嚟我哋燕子坳捣乱，我同包兄以为又有一场大交可以打啦，点知赶到翻嚟，嗰个藩僧啊已经走咗啦，而阿朱同阿碧你两个又不知所踪，我哋正在忧虑之际，呢个咪臭小子就撞上嚟。风大哥，呢位段公子系我哋救命恩人嚟噶，好彩头先你冇打伤佢咋。包叔叔，包大哥，表哥而家身在何处啊？ 公子爷因为少林原碑大师之死，亲往河南少林寺解释误会。后来丐帮副帮主马大元死于锁喉宫之下，锁喉宫系马大元性命绝技，当然又想教皇我哋姑苏慕容啦。包大哥言之有理，非呀非呀，并唔系我言之有理，而系事实应当如此啫。公子爷承受不白之冤。 理应顺道去洛阳丐帮澄清事件至啱，估唔到丐帮反而嚟咗江南，仲话要召开咩丐帮大会，分明就系想对付我哋姑苏慕容一家啫。万一表哥出席个丐帮大会，咁岂不是啊？表姑娘啊，不如我哋都去丐帮大会咯，一嚟或者可以上公子爷，二嚟可以帮助公子爷就佢一臂之力啊。好啊，包大哥。 公子，你可以自贬啦吧？飞呀飞呀，在下曾经答应过王姑娘，话会陪佢一齐去揾慕容公子，我又岂能失信于人呢？如果你真系为咗王姑娘好嘅，就请你立即离开，免得我家公子爷一见之下产生误会，到时又要费一番唇舌嚟解释啦。好，好，王姑娘。 断某告辞啦。抽刀断水，水更流。举酒消愁。 受伤受。
萬用啊！咦？呢位兄台相貌堂堂，氣概攝人，唔通又係姑蘇慕容嘅家臣？小二，客官，唔知有咩吩咐咧？嗰位大爷酒菜，算喺我账上。好啊，客官。呢位兄台，请过嚟共饮一杯如何啊？恭敬不如从命。未请教英雄高姓大名。大家只不过系萍水相逢，倒不如痛快饮上几杯咪仲好。冇错。醉倒何妨死便埋，飲杯，痛快。只不過你一杯太細啦。妙極，兄台果然好酒量啊！小弟嘅酒量因人而異，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。呢只大碗頂多裝到二十杯，一千杯，睇怕要飲上四五十碗噃。好勁！哎，兄台，我哋已经各自饮下四十碗了。兄台依然清醒，做得清楚啊！兄台，你我棋逢敌手，难分胜负，再饮落去，恐怕用晒身边嘅银两都唔够结账噃。我哋走。比試下腳力嚟。你冇事啊嘛，兄台来历果然不凡，想唔到江南除慕容公子之外，尚有如此高手，要比慕容公子年轻好几岁。阁下唔系江南人士，唔系姑苏慕容门下。另外一见如故，不如我哋结拜为兄弟好吗？小弟求之不得。好，嚟。我乔风月段誉，结为异姓兄弟，今后有酒齐饮，有祸齐当。好。余兄师长几岁？今年三十有一。段誉刚满二十。我为弟，你为兄。贤弟，大哥。嚟。坐，好。以大哥的言行举止，显然就是燕赵豪杰，何以会到嚟江南呢？大哥与慕容凤有个一面之缘，今次到嚟是要为佢澄清一件事。愿闻其详。少林玄碑大师死于大理新界寺，人都话是慕容福洛的毒手，但我知道不是。但系普天之下，除慕容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之外，仲有边个人会识得无上劫子？你话无上劫子，然而都知道无上劫子。有一个人，佢善用无上劫子。
鸠摩寺都识得无常劫战。启禀公主，公公有二男三女到来搞事，自称系慕容家嘅人。哦，都好，呢件事始终都要解决嘅。大哥，我可以为无上劫子嘅事作证，不如我同大哥同行啦。好啊，大帮主，西系一品堂，相约喺围山决战之时。诶，我哋先解决慕容家嘅事，再上围山都未迟。贤弟，我家慕容公子亲自嚟到贵邦洛阳总舵拜会，你哋嘅帮主就唔应该自行离开，到嚟江南。佢咁做，真系令到我哋嘅公子爷扑个空嘅啫。风波。咁慕容公子可曾有书函通知贵邦啊？我又唔系我家嘅公子爷，任系你哋嘅乔帮主，如何得知啊？段公子，王姑娘，我哋有事见面啦。啊，你只吊靴鬼啊，面皮成尺几厚噶，又跟住嚟做咩啊？非也非也，今次纯属机缘巧合，请包先生你切勿误会啊。王姑娘，一阵你大可放心，我已经乔峰会代你表哥澄清噶啦。乔峰会是你义兄，简直一派胡言，自抬身价。帮主，众兄弟好。呢位就是丐帮乔帮主啦，系嘛？在下包不同，你一定听过我的名号噶啦。大哥，乜原来你是丐帮帮主嚟噶？原来包先生，乔某久仰英明。诶，非也非也，我包不同边有咩英明啊？臭名远播就真，我平日都系专门聊事斗非、出口伤人啫嘛。乔峰，你丐帮冤枉我哋慕容公子杀害你个副帮主马大元，我江南一阵风风波恶，虽然明知比唔上你，但系都要同你斗一斗。王姑娘，放心啦，唔会有事。你是为此事而来，相约下巡。乔某曾到过大理新界寺，调查少林元碑之死，与慕容公子有个一面之缘。乔某从慕容公子的武功得知，慕容公子曾经到过西夏，并与乔峰剧战过一场。当日是八月初七，而少林元碑大师的死是八月十日，所以在短短四五日时间之内，慕容公子决不能够从西夏赶去大理杀人。而杀少林元碑大师的是一个会使用无上劫子的人，这个人就是吐蕃国师鸠摩智。没错，昨日段誉都是做证，就算元碑大师并非慕容复所杀，亦不足以证明他不是杀富帮主的凶手。我大哥身故之时，乔峰正暗下跟踪慕容公子，同在大理境内。试问慕容公子又点可以杀人于千里之外？敢问帮主，此事何人能够作证？老乞衣，你咁讲真系怀疑我哋嘅公子爷同乔帮主串谋？你即系话我哋嘅公子爷就四处杀人，而乔帮主就为佢做假证？你可以怀疑你哋嘅乔帮主，但系绝对唔可以有损我家公子爷嘅清誉。你慕容家一日未洗脱嫌疑，一日都系我哋丐帮嘅死敌。老乞衣，想打系嘛？我风波恶等咗好耐啦。要打交，点少得我包不同啊？落下回打十三式，倒雪盘根。风大哥，小心你下盘啊！风大哥，对唔住啊，消息太快，我赶唔切啊！大哥，如果佢哋因为咁而结怨，呢件事就没完没了噶啦！点你气可悦，王姑娘啊，你讲得太迟啦！对唔住啊，包大哥，乔帮主出手太快。
乔帮主，我虽然技不如你，但系刚才嗰招我输得唔服。你出其不意，攻我无备。咁好啊，我哋试多几招，我接你单刀。世上竟然有人能够学会此等神功，乔某初窥门径，贻笑大方。乔帮主，后会有期。技不如人系，面目无光，不如罢休系，吃尽荡光。乔帮主，我哋都告辞啦。三位，请自便。马副帮主大仇未报，帮主岂能放走敌人？我早就讲过，马大哥之死与慕容公子并无关系。莫非四位长老颇有怀疑之心？我丐帮上下一向齐心，同气连枝，全部都是性命相交的好朋友。乔峰有何不善之处？四位长老不妨直言。乔峰，你真的不知道？陈长老，全功执法两位长老呢？全功咁大仁、大信、大智、大勇及大礼五位陀主，又身在何处？陈陀主，一阵见我手势。即刻向南撤走。是。张全长，你的陀主点解未到？我唔知道啊。莫非你已将本陀方陀主杀害？系咪？冇啊，冇啊，方陀主冇死到啊，唔系我做噶，唔关我事啊。咁边个系主谋？四位长老，究竟？出咗咩问题？丐帮自我而行，人人以义气为重。哼，好一句义气为重。北乔峰、南慕容不但齐名于世，更系志同道合、休戚相关，难怪帮主多方维护，处处为慕容。